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在影片的开始，小李哥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3年，新年新希望，新年新气象。最近有好多客户联络小李哥，希望在家中新增一套厨房。有人是为了中厨西厨分离，有人是为了要来访的亲友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为了分租房子。这一集的影片，小李哥将告诉大家新建厨房工程的三大困难点，教会您如何预先评估您的家中值不值得新增厨房，在哪里新增厨房，以及需要经过多大的变动和改造。影片开始前，请您订阅关注小李哥说装修的频道，并打开频道的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在加拿大，家庭电力不够用，虽然不至于发生什么危险，但家中如果总是跳电，尤其是分租的客户，如果总是因为跳电来敲门，这对生活是一件十分打扰的事。家庭用电的分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，当然需要经过专业的电工评估，但小李哥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向。以 BC Hydro 最基础的家庭配电110安培来说，这样的电力大约可以支持一套全电的厨房，一套标准的洗衣烘衣设备，加上大约1500平方尺室内电暖片的用电，以及家庭的日常用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要再增加一套全电厨房，电力就不太够用。如果要保证两套厨房同时使用不跳电，您就得向电力公司申请增加配电量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而且行政手续及电路的扩容工程一般要进行2到3个月，电路扩容完成了才能开始进行厨房的工程。小李哥也有部分客户家中本来就有使用天然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将其中一套厨房改成天然气的炉头及烤箱，这样就能在原有的电力架构下新增一套全电的厨房，节省工期和预算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的两种工程的计划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至于您家适合怎么做法，您可以找专业的装修公司评估，您也可以在下方的影片留言区留言给小李哥，讨论一下您家中的状况，小李哥可以先给您一些建议，让您少走一些冤枉路。厨房排水使用的是壁内管，如果我们要将新厨房的排水和原来的排水系统连接，我们就要选择原来就有排水管位置的地方来安装新厨房。简单的说，新厨房最好设计在浴室或洗衣房的隔壁。此外，您有时也会在墙壁上面看见影片中的这种维修孔，您可以请专业师傅来确认一下。如果是排水管，也可以用来连接新厨房的排水哦。如果您计划的新厨房位置距离房屋的排水系统比较远，虽然在工程上总是可以想到其他的办法，但水路修改的工程费用免不了会大幅度的增加，这样就不一定能符合装修的成本效益了。小李哥认为，在设计上除非万不得已，还是选择距离屋子原来排水管道近一点的地方来设计新厨房，这才是比较聪明的方法。也许细心的朋友发现，小李哥好像漏说了冷热进水。实际上，进水系统有水压可以向上流动，只要确实接好不漏水，距离眼镜位置高低，
限制和施工的要求没有排水管这么多，而且大多数有排水管的地方通常都有进水管，所以在计划工程的时候我们优先考虑排水管就好。首先，小李哥一定要特别强调，加拿大建筑法规定所有的排风管道都要独立，不可以并管。提醒您，抽油烟机、烘衣机以及每间浴室的排风扇都要有各自独立的管道及出风口哦。所以新厨房必须另开新管道，另做出风口。最好的情况是您安装油烟机的墙面就是室外墙，可以直接在油烟机上方开出风口。其次就是上方有隔楼空间，可以延伸管道通往外墙。再其次就是厨房的两侧有外墙，这样可以在厨房的上方做假梁，管道顺着假梁延伸到外墙开出风口。另外，标准油烟机的排风管至少要5寸，但如果要安装适合华人使用的油烟机，最好要做6寸管。您如果想要在地下室新增厨房，就要注意一楼的地板和室外地面的高度距离差是否足够。如果小于12寸，恐怕很难安装排风管。当然，没有排风管就不能成为一个功能完全的厨房。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新建厨房，上述3点相信可以给您一些基本的概念。经过小李哥的说明，您心中的设计蓝图一定更明确了吧。这里还有一些小提醒请大家注意。第一，请使用标准尺寸的电器，一来采购的选择多，二来未来的维修替换方便，不会成为电器孤儿。第二，请您最好安装洗碗机，洗碗机的排水是高压热水，对水管的防堵清洁是很有帮助的。尤其是华人的厨房，一周至少用一次洗碗机，可以有效的防止水管机油污渍。第三，如果不计算冰箱，一字型的厨房总长一定要足7尺，才能放入完整的功能。如果是 L 型的厨房，整个空间的长宽至少要各6尺。请记住，厨房要有充足的空间、完整的功能、标准的电器。既然您决定花钱做厨房，就要设计得合理好用。就像影片中小李哥的客户案例，利用空间不仅橱柜整合了冰箱、洗衣机，还设计了中岛餐桌，省下的空间还足够放下沙发，做个小客厅，让空间多了许多弹性，也多了一份家庭的温馨。感动才是最难得的设计，您说是吗？请帮我们点个赞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也欢迎您将影片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及建议，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。您宝贵的留言都是小李哥成长进步的动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